just wanna R&B all night 你妈的是很性感的友谊问我什么时候去见你 Baby let's R&B all night I just wanna R&B all night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去别叫下次再来的期待我爱你。包子的那一本，包子的今天一本。哎，不 OK， 这里给我煽情。啊，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哎呦！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请舞台推荐人选择你的心上人。啊，烦恼一下，给我们点时间。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明显，因为卢卡没有到他最好的状态。现场的800名舞台支持团，请为你喜欢的歌手投票，可以同时支持。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所有的舞台，如果你们可以支持我去总决赛 ，please please 支持我，支持我，真的想去，真的想去，真的。希望你们今天很喜欢我们的舞台，这次我们想把我们的快乐的正能量传出来，给所有人知道。然后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然后要开心。支持结束，下面请舞台推荐人亮出你们的心上人。哎呀，谢谢你们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设定的这个8分钟的舞台的主题是什么，而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我们希望我们的舞台可以让导师们、观众、the staff， 还有我们的对手们 ，you know， 珍惜我们在青岛2023年的夏天。哎，那刚才主题里面的对于酸甜的解释是什么呢？Sunny Lucas。然后我是青田的青莲。哦，这个解释很妙，你们很会凹哦，真的是 thank you，thank you 哦。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我身为观众，我身为第三方，我想看到的一个舞台。哦 ，I love it， 很棒哎。节目刚开始第一个舞台，到今天，我觉得这是你们。最最最开心的一次，哦，你是对的。对，因为尤其是庆莲，他一开始到今天之前，他一直非常压力非常大，很紧张，然后很焦虑。因为他在舞台上，他就不会有那些压力吧？没有那些烦恼的思绪，没有那些烦恼，他觉得他就是在玩这个音乐，没有被所有那些烦恼所缠绕住的庆莲才是。那个有独自魅力可以在舞台上释放的庆莲，谢谢老师 ，Let's go， 谢谢 ，Good job man， Good job， Let's go。今天 Lucas 感觉好像心里想的东西有点多，我反而他觉得他今天是没有太玩起来。I like the energy from you guys. You guys had good chemistry. I could tell you guys thought a lot about how you wanted to portray yourself and how you wanted to build out the stage. I feel like if youreally want to get into that soul R&B, that pop, that type of field, I recommend that you go back and listen to a lot of classics like James Brown or like the Motown, you know, classics or Michael Jackson, even just bouncing to the beat. Because, you know, like this and this is very different. But R&B is like, It's that little attention to detail is what makes the world a difference, especially later on in your career. Thank you. 哇，很棒的建议。田老师一直很客观，他很客观。这是一个充满氛围感的表演，而且我觉得氛围这件事情是 Lucas 的一个强项。只是这个表演有好多东西要顾及，你可能还要跳双人舞，还有个人的 solo dance 等等之类，所以有时候可能在唱上面会有一些些没有办法顾及，这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然后其他一切都很好，谢谢你们完成了这个表演，谢谢。昨天我来
就跟着他们玩在一块儿了。对庆年印象最深最深就是他跟 Vision 那一场。Vision 啊，那个双人舞。哇，那个简直是在我心里，就是深爱到我一直是现在也没法忘记。就你那一次和这一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青年。然后山里昨天受伤了一个后空翻啊，然后就是今天没有问题啊，好很多了，谢谢黄妈。然后看着你们那么开心，我也被你们感染了。虽然昨天摔得还挺惨的，就是我的这个右肩膀，但是没事没事。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和庆年的这个默契，还有这个状态是一辈子代替不了的 ，right？Yes 。请前往公布区确认舞台结果。Okay, I'm guessing 600. Come on, 600. 600. 啊！哦，结果来了，来了，要公布结果了，来了。哦哦哦！第四个酸甜八分钟主题舞台结果公布。每个人都有十分。Yeah. Let's go, 600. Come on. Sorry about that. Make it, at least keep it, you know.